学生的时候，最重要是心态要把握好。今天呢，我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内眼拳大师。这个大师不是乱叫的啊，他的功夫呢，少林功夫里边他的武术里最全面啊。有请释德阳老师。好，阿弥陀佛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在一场训练当中，我们有一个不管一个导师还是几个导师，对于学员从武德到心智的提高上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话呢，那运动员练功夫他的高度是有限的。比赛，他肯定就是要分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这一次比赛，下一次比赛，总是有胜有负。在这个拳台上的一分钟、三分钟，不能代表我们平常的成绩。我给你们，这个展示那么一两个一些演练的动作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来，咱们起来，来，咱们一起来，好吧？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